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看得出来吧，这个桃园中正机场，耶、yeah, ！我要出国了。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搭星宇航空，星宇航空算是台湾新的一个航空啦，对，然后很期待。好吧，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要去日本呢？我要去大阪。那其实就是在两个月以前呢，就是久石让，你们知道久石让吗？他就是宫崎骏动画的配乐大师，他要来台湾。然后我因为我太喜欢宫崎骏跟久石让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坐着所以呢我就要去抢票。我知道他那个票真的太难买了，所以一定要先准备，就练习啊什么的，练习那个网站怎么样最快可以订票。结果开卖的当天，哒哒，他那个票就是秒杀，所以呢我就没买到，就非常非常失望，然后觉得很可恶。所以我就灵机一动，想说那我干脆直接去日本听好了，就赶快上网查。对，然后就查到久石让12月27号在大阪有一场音乐会，而且有我最喜欢的 Mononoke Hime， 就是魔法公主的那个的配乐。所以想说那我一定要去可能老天爷想要送我去大阪玩一下吧，所以我就赶快买那个音乐会的票，订了机票。然后呢谁跟我去呢？其实就是我的各位贵宾早安，请先留在您的座位，航班尚未开始登机，这是新宇航空 JX820 前往大阪关西的登机前说明广播。幸运就是我旁边都没有坐人，然后呢后面其实都很空今天的人很少想睡了，今天4:30就起床了厕所的空间很大看跟一般的飞机差很多，这个赞，厕所很棒。上飞机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有一个空服员非常眼熟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他到底是谁，结果就回想起好像是以前在饭店工作的同事，然后刚就
鼓起勇气，就是问他是不是以前在饭店工作。结果就真的是哎，超巧的。然后呢，我还得到了一杯这个西西里咖啡，超好喝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小心前方台阶哦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再见。天气好像很好哦。我们现在已经上这个特快车，然后从机场前往饭店。这车还蛮可爱的，就是还蛮复古的感觉。嗯，拜拜。皆様、お待たせいたし。到饭店了。现在正在 check in。对啊，没有很冷啊。那因为我们穿的很多。你现在。出来走走，刚就是因为我今天四点半就起来了，所以那个有睡了一下。前前前面有人这样讲，是那种很有名的，名的大阪这边有名的角色。そうですか。嗯。OK， 然后呢，现在我要去他们的便利商店拿那个，明天听那个音乐会的门票。有名的章鱼烧，等一下一定要来吃。大根と、ちくわ天ぷら、ごぼ天、こんにゃく、こんにゃく、と。豆腐啊，这个，天ぷら，390元，哎，OK。
刚买了好吃的关东煮，来试试看吧。有买什么？买萝卜、白萝卜跟甜不辣啊，跟蒟蒻，试试看。听说汤很甜。萝卜好吃。去点餐了。これを一つ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オニークエルイッサー。はい。And then that's it. That's it. Yeah. 4,397 with tax. Here. 5,000. Thank you. お願いします。How many people? OK， 这是我们点的伊库拉，伊库拉就是 salmon egg， and this one is I don't know how to say it， 这是乌尼，然后米寿西鲁伊，一只就够了吧？嗯，哦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这一碗多少钱？800啊，好像是哦，还蛮贵的，1000多块，但是。因为这很多，所以还好 ，OK。来吗？嗯。どう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ですか？嗯。哎，好丑啊！我们现在要去泡温泉了。衣服很奇怪，就不是那种浴衣之类的，很奇怪哈。犯人装，就是像犯人，对吧？好丑。而且他还送我们这种袜子，奇怪。这种就像那个啊，木屐那种，给搭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去喽，拜拜。OK， 有可露比斯，很好哎，巧克力的，巧克力杏仁听起来不错。还有这个。